今天我们验收的这几款新型的救援装备，就是我们研究所在去年抗洪抢险的实战一线上面，通过学习救援、研究救援，从基层部队汇总了我们一线的重大的技术需求和装备需求，然后我们和厦门厦工股份有限公司展开深入的军民融合，我们提需求，企业搞研发，很快的就打造出了我们新的救援利器。以往的救援过程中，像我们的过去的抗洪抢险啊，都是人海战术啊，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专用的救援装备都比较少。通过我们的科技创新，为我们救援部队研发更多的这个高精尖的救援装备，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交通部队的核心救援能力。